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This is Rise of t e y o a g e Mutant Dogs.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欢迎观看第十三集的乌克兰之战，普京会战胜，雅素营。 钢铁厂投降。首先，我们从第一经济层面来分析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新的国防预算二点一兆，美国国防预算已占了全球的四十八先。美国全球的国防预算的总数，比全球第二名至第十名的国家的总数量多出一八。 从二零二三年开始，美国就制定了国防预算，破获了八千亿美元。为什么美国国防预算这样的高额？中国环球网指出，美国高昂的国防预算就是全球战争的乱源。美国是一个是一个军火战争起家的国家，自开国以来两百余年，已经发生了整百次的战争。 而且他的军火公司占了全球总数的八成，所以自从乌克兰这场战争开始，美国军火商都笑得皮笑肉不笑，每个军火商公司都赚得盆满金满。英美学者也曾经评论过，北约不断的向东扩。 这已经已经是第五次的相多扩，现在的北越扩张已来到了俄罗斯门口，而且急作把乌克兰拉进北越的阵义，这简直是俄罗斯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自卫式的手段来向乌克兰开战，因为北越的军队已经来到自己的门口，就是一处俄罗斯的国界就是北约。 俄罗斯完全没有战争伏地，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开战于乌克兰的根源。如今，普京大帝俄罗斯坚持只能用卢布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欧美为了自己的生存，欧洲国家北约向乌俄罗斯购买石油天然气的时候，只能用。 现有的美元、欧元来兑换卢布，结果如此一来就把俄罗斯的卢布撑起来。既然开战以来，俄罗斯的卢布已升至四年上最高的兑换率，更有传言，赫尔松现在被俄罗斯所占领，已经开始启用卢布。 来兑算就是以一对二的乌克兰元。乌克兰的粮仓现在已经被俄罗斯抢光了，乌克兰会面临粮食短缺。由于俄罗斯鼓励世界各国，特别北约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天然气、粮食，都必须用卢布或者用人民币兑换。 这个兑换方式郑重地威胁到美元霸权全世界的趋势，因为只能使用这两种货币，就是用卢布及人民币来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粮食，这使得中国的人民币更强劲。现在中国刚刚。 在世界，传闻已经拥有了一百二十万亿资产，已超越美国。美国现在拥有九十万亿资产，中国已经比富有的美国多了整整三十万亿元，成为世界最富。第二，法国的马克宏，法国的马克宏又当选了法国的总统，在这次竞选中。 他主张欧洲一体化，他本身十分的排斥美国北约，因为美国的北约是以拜登为首领导欧洲的行动。法国提倡欧洲各国应该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经济趋势，组织欧洲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军队。 远离北叶集团，这主要就是说，欧洲会有自己的军事集团，摆脱北叶的控制，有自己的自主权，万事都以欧洲的利益为首。这与现在美国拜登的北约军团有直接的对串。更有传闻，美国拜登可能在年中的。 选举中失败，这会影响乌克兰的战争的步局。这一连串的行动，战争的趋势。现在，美国拜登在国内的支持度已经掉到最低的水平。第三，欧洲及全球的形势。法国有十二万人放火抗议。 德国有十万人联名抗议，听从以行迎合美国，阻止俄罗斯抗议抵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场战争，而且北爱尔兰正在也在搞独立，要脱离英国帝国。英国首相鲍里斯政权岌岌可危，在印太战略中的四国。 印度、日本、澳洲及美国，因为印度根本不支持抵制俄罗斯，所以美国的印太战略会议十分的失败。另有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也有百万人抗议美国的抵制俄罗斯的行动。 而且现在，美国决定发行乌克兰的七百亿元。美国的反对党共和党分析过，乌克兰人民只能够拿到区区的七元，全部钱应该是被被贪污的政府吃掉。全球已经有很多国家，如印尼等国。 已经组织成重大的反美联盟，抵制美国霸权主义。现在美国国内发生奶粉供应问题，传出奶粉有细菌感染。共和党的议员更凭借白宫拜登，这次美国是一个先进的国家，竟然不能。 有充足的奶粉给人民的婴儿喂食，为时真是一个国耻。第四，美国，美国现在的经济膨胀已经是自乌克兰战事以来掉入一个深陷的低谷。这场乌克兰战争要捐献给乌克兰的七百亿，而现在的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 急速的上升，而且人民已经基本上不能购买到自己日常生活的用品。更重要的是，最近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接二连三，这严重威胁到拜登的支持度，使拜登的全国支持度显著的从悬崖式的掉落到谷底。 川普曾经说：“这不能够供应美国人民婴儿的奶粉，简直是美国的一件国耻。”现在已经很多门美国人在沉思：为什么美国自从这次乌克兰战争要派发七百亿给乌克兰打仗，人民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什么？ 美国人需要支持这场战争，已经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这场战事应该不会拖得太久。年尾的美国其中大选，如果拜登政党势力，这会严重的使这场战争，美国支持乌克兰成了停顿号。第五，亚速钢铁厂。 亚速钢铁厂传闻有生物制造。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亚速营钢铁厂已经掌握大部分的生物制造的内幕和证据。亚速钢铁厂更有传闻，北约及美国的高级军官，如加拿大中将等等。 西方的政客正在玩弄乌克兰的局势。最近，由于俄罗斯对亚速营钢铁厂丢下了几千枚的白磷弹，致使亚速营中的大鱼全部弃权投降于俄罗斯，其中包括了美国前特种部队司令四星上将。 埃里克·奥尔森，英军中将约翰·贝利，也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弃械投降。亚速营钢铁厂的人民有指出，他们其实，在七三次俄罗斯给予开放人道走廊的时候，想逃出钢铁厂，不过被乌克兰的士兵用枪指着。 阻止这些乌克兰难民逃离亚速营。现在更有传闻，美国军方已经开始联系俄罗斯，就美国及北约被逮捕的高级司令及高官释放问题与俄罗斯洽谈，不过遭到俄罗斯的拒绝。现在美国国内已经陷入高度的。 通货膨胀，世界各国抗战更有组织，抗议联盟对抗美国败。权。第六，亚速钢铁厂，乌克兰士兵士气低落。自从亚速营乌克兰的钢铁厂，纳粹分子向俄罗斯投诚，亚速营钢铁厂纳粹的部队曾经是。 乌克兰的总指挥中心拥有了欧美部队的精英，帮乌克兰打这场抗俄的战争。他们当初还发出豪言说可以抗战十年，但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现在已经开始投降，所以这时亚速营钢铁厂的纳粹精英是乌克兰部队中的。 精英中的精英，结果这些所谓的精英之精英已经开始投降，这已经给所有乌克兰的部队上了一个重要的一课，就是长官都开始投降了，士兵你说不会投降吗？更有指出，传言约有五十多名的大姨。 包括北约欧美高级指挥官集团已经在雅速营投降于俄罗斯。至今为止，已经大约有两千七百多名的士兵投降于俄罗斯在雅速营部分，而其他乌克兰战局的乌克兰战士都是一群乌克之众。 他们都会以没有弹药、粮食、药品等理由拒绝往前线开战。第七，俄罗斯断了乌克兰的粮仓，俄罗斯封锁黑海，抢夺乌克兰的粮仓，让乌克兰的粮仓不能从黑海运往欧洲及非洲各地，这会造成欧洲。 方面，北约断粮，到时如果北约真的断粮，没有粮食、小麦、大麦时，就会回过头来求俄罗斯。普京现在就是用这场粮食、石油、天然气来牵制北约集团。第八，现在流行乌克兰士兵投降。 自从雅速营很多乌克兰以及北约的精英纳粹分子都投降于俄罗斯，会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呢，现在乌克兰前线一线二线的士兵都以没有拿过枪支、断粮食、断药品、断枪械的理由投降于俄罗斯，更有些乌克兰士兵直接落跑了。 俄罗斯最近已经开出一本乌克兰士兵投降的准则 SOP，教导乌克兰士兵如何正确的投降于俄罗斯。乌克兰武装幺幺五旅集团已经向俄罗斯集团乌克兰的一线部队五十八及十四战斗部队。 也是因为向基辅球员断粮、断军火、断药品，而且他们现在使用的武器、枪械都是从二战时期留下来的，所以他们是处于一种很无奈的状况，而且正在发视频告诉全世界他们所碰到的状况，而且他们考虑要投降于俄罗斯。 至于美国发放给乌克兰的七百亿元去了哪里呢？更有传闻是，七百亿的资助乌克兰大部分八十八先已经给美国分了，他们分给美国国内的各种不机构应用，剩下的残饭跟遗才留给乌克兰。 而乌克兰是一个贪污大国，所以上面吃了大钱，下面吃了小钱，真正流向到乌克兰前线的钱是可想而知。而且现在俄罗斯拼命的轰炸北越军队运往乌克兰前线的火车道，更有一个高招，俄罗斯采取了一个高招，就是在。 乌东部分渡河的时候，故意让了十多辆坦克，让乌克兰炸沉一渡河计划，从而使另外一方面用调虎离山之计，让几百枚的火炮运往前线。乌克兰士兵现在从亚速营钢铁厂投降后。 至今已经有八百多名的乌克兰士兵投降于俄罗斯，俄罗斯在网上有传播，他会供应给乌克兰战俘正常的三餐，而且还有电视观看，从而来没有窥探乌克兰的战俘，从而鼓励更多的乌克兰士兵投降于俄罗斯。照目前的。 形势的发展，乌克兰士兵的士气十分的低落，乌东迟早已经会落入俄罗斯，这乌东迟早已经是俄罗斯普京手上的囊中物，所以看来这场大战，俄罗斯获胜的机会越来越高。预知详情，请看第十四集的《普京之乌克兰之战》。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This is Rizal T, Eugene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